啊！你们要吗？这是签名的。所有来到超犀利趴，聚集在小巨蛋的所有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们是理想混蛋。希望今天是一个实习，下次来的时候，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理想混蛋的小巨蛋演唱会，可以吗？你们会来吗？谢谢。总是心慌躁着，新手包可以丢了，等你开好房间就要请我加入一起 ，Come on。犀利趴带来一些不一样的。高雄巨蛋的时候，我们有打羽毛球。今天台北小巨蛋，我们也来打羽毛球。我先跟阿奎打。啊！你们要吗？这是签名的。开心来到犀利趴，然后今天一整天还有很多很多很好看的表演，真的很开心。这二十周年有这么多人来陪我，然后希望台下你们下次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演唱会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还在一起，我们还在一起，会不会继续下去？